每身都要看。对，每一身都是往下的，因为你只有往下，声音才能往上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哎，不能平地起高楼，咱就在这儿唱上去，不会啊，也上。就算他在平地起高楼，他起不高，就盖鸡窝一样的。你盖鸡窝不用打地基，因为鸡窝不高，因为鸡窝不高，所以塌不下来。但是咱要盖5层楼，打不打地基啊？那咱要盖20层楼呢？咱盖100层楼呢？那必须要打呀，越打越深呐。所以说，你越唱更高的音的时候，你的地基要越打得越深，气息要越深，而且不但深，还要拽住它，一直待在那儿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对，这不，其实你是，有的时候我唱不对事，他就跑了，就往上跑不了，对呀，就你说拽这住就他。是没拽住。哎，拽是需要力量的，怎么拽？大腿根发紧，臀部发紧，脚后跟站住，这就拽住了。就有人推你的时候，我说了嘛，咱第一节课就搞了。有人从背后推你的时候是推不动的，这个时候你又扎根了。好，声音明白。好，这个关系什么？声音落在硬的地方，所以声音就会落到你的底下。那我们从听觉上听的，是不是就是你的声音、你的气息比较低呀、世界万物的道理都是一样对，你这叫我站住了以后，我觉得我的声音就可以下去好多了。的。嗯，就有根了呀。是不是？对，如果咱们从背后一推你就跑了，那这个这声音肯定没有落下来，肯定都在这上面。嘴型对了，声音就好了好多。是吧？真是，嗯，但这是个越也听出来王老师那个打开，这要累，就这要累就啊！一打开哈，打开以后吸口气，这要凉，这要凉，小声哼唱，你掌握了一些了啊！你看今天。小声的状态，小声的状态比较多了。好，你上节课说了一个，怎么鉴别你是女高音还是女中音，对，是不是？上节课提到这个问题，后来一下，好，因为我看你的乐器啊，瘦高的人，声带就长。瘦高的人脖子也长了，是不是？声带也长，所以他就是低音成分比较多。好啊，那我看你没有，咱们生活中没见过，但是我看你的形体呢，就是比较像个女高音啊，所以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女高音啊，只是说什么呢？你高音部分没有完全开发出来。我们这个低音和高音是声带的长短决定。然后就是中音，哎，你知道这个关系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看啊，比如说这么长的声带和这么短的声带，我用同样的气去吹它，同样深的呼吸，同样的气去吹它的时候，哪个震动的更大呀？震动的更快呀？可能是短的。对呀，同样的气，我这个一定是定义是挺同样的气，同样的气去吹它。你拿一张纸试一下，一个是长一点纸，一个是短一点纸，吹它的时候，短的这个动得快，啪啪啪啪啪动啊，好，那不就频率就高吗？那不就女高音吗？这个呢，动得慢，动得慢，幅度低，它不就是？音就低嘛，高音低音是这么来的，所以我明看你白。的脖子没有那么长。脖子短，你想，当然也有例外啊，这个因为就跟长相一样的，不是说这个人的脸小就是个小眼睛，那个人脸大就一定是大眼睛，不是的啊。是。但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说80%人，他比例是对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看你的脖子。没有那么长，所以呢，他怎么可能长一个特别长的声带呢？所以你就是女高音啊。然后我给你唱到 F 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说很困难的上不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高音部分为什么你觉得你是一个女中音啊？因为你的高音部分真声太多了，拽着你了，往下拽了。你要像今天这样多挂哼鸣，你看看能不能上去？
高音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高音没有问题，所以你是一个女高音哈。所以看乐器，我们来决定一个人是看你的乐器，就长得是什么样哈。有也有这样的，就是长得瘦高瘦高，脖子很长的，他通过假声完全能上很高的音，他说他是高音，我说你不是高音啊，然后就给他往下训练，哎，到了 low C 他还有声音，我说那你是典型的这个一个低中音啊，低中音。哦，明白了。所以首先自己要认识到自己，如果说他不知道的话，他老去唱高音，老去唱女高音的作品，你说他会不会损害声带啊？那是哈。如果你是一个女高音的话，你老唱中音的作品的话，你就会这些地方出问题，就这些地方。你说女高音唱中音也是有问题啊？对呀，有问题。因为他叫压呀，他喜欢压呀，喜欢学，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高音，他喜欢学女中音的色彩呀，他就会压喉头啊，哦，就会这样啊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声音是做出来的，哎，做出来的。我们不要做出来，我们就你声带是什么样，你就唱什么样的歌。虽然咱们还没有唱更多的歌曲，哎，我还没听到你更高的音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女高音，你能唱高音啊，你再到 G 到 A 应该都没问题。啊，那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，就我们平时演出或者有什么活动，你这首歌能到一个 G 就已经是个大歌曲了。啊，我们不提倡这个就是说以高为好，以高为美。比较高音要唱好听。对。好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不是说咱来比高音呢，一个歌里才有多少高音啊，你想是不是，有的歌里都没有什么高音。啊，比如说这首歌里什么都有了啊，就是没高音。背后你可以翻高八度去唱啊，或者背后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我背后我就弱下来了。这个是你这个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是非常自由的。我们什么时候不自由？就是我们在刚开始，你要很严格的按照，尤其唱艺术作品，你连调都不能换。啊，作曲家什么调你就要唱什么调，一点学习东西。哎，那个时候你是非常固定的，等他慢慢成熟了，你在运用声音的过程中，那就是说你这个乐器啊，你这个乐器怎么和这个作品吻合出最好的那个感觉，要呈现那个